关。关。哇。第一次，我第一次就是进房间的这种惊喜，真的，哇哦！一千张朋友圈。我不能吃蛋糕，还是要诱惑我？我们就是给你庆祝一下。你真的很过分，直接把这个蛋糕送给艾希琳吧。他们就是公主们都只吃糖，只吃甜的东西。对，我不能吃。好，我们要切了啊，好，来吧，你切了啊。好，准备好吃豆腐，快点坐进我的裤。车上放着海尔in the room。好，我吃的这个，好吧。新年快乐，谢谢你。这前天把你牵甜了，真的好长啊，但是感觉一瞬间就过去了。对，他们说美好的时光就是转瞬即逝，很快。说明出道到现在的我都是很开心。嗯，虽然有时候很累，但是幸福的累是。嗯，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然后也更坚定。嗯，因为出道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，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。对，所以从头开始学习，有很多试错成本，然后许多弯路。对，所以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，多亏了大家，多亏了我的爱心，他们一直。好或者我不好的时候都一直陪伴着，所以特别谢谢他们。对，也谢谢也特别想和你出道的兄弟，对，跟他们说一声前天快乐，希望我们的兄弟们都可以新年越来越好，做出更多好作品给大家。嗯，谁要给你立新年 flag？ 上次就不应该立这个健身 flag， 搞得我这个月，搞得我这个月腰酸背痛，腿抽筋。一起洗，不要和你们一起洗。我自己洗，和你们许了一个愿望就没有了。谢谢谁说啊？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陪着我。祝艾斯琳越长越高，白白漂漂亮亮，白白瘦瘦，漂漂亮亮，开开心心。小荣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大家陪伴我们一千，一千天。